那我们烤的过程，我们做的第二样。做第二样。刚刚我们是擀长的嘛？对，我们刚刚因为我们是肉包，是圆的。对，肉包。对，所以呢，一样啊。哎，姐姐要吃吗？哎，要点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来来，帮我。要什么？那个烤肉包。烤肉包是？烤肉。烤肉包晚一点。晚一点。晚一点。你要什么口味？我要原味。原味的三个。对。好。大概几点？差不多十五分钟。可以啊，十五分钟，谢谢。你刚刚说的十五分钟是我们这一批的，对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做，你现在就要做，那要好好做，给客人要好好做。我们现在要认真学，三个，认真三个，三个，好，来来来，直接开始，好，直接开始，十五分钟 ，OK， 因为包含烤肉包，来来来来来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了哈，可以可以，我们现在有订单了，哦，不用拉了是不是？不用拉，直接抹，直接抹，好来，一样，我们现在压一下，可以，跟刚刚一样压，对，压好之后呢，我们刚刚不是要擀长的，对，我们呢可以擀一个这样上下拉过。对，放平，一样再擀一下。哦，哎，但是它有个圆出来，了解了解，先擀一下，先擀个擀一个上下。对，一样轻一点，不要让那个尾巴的部分，哎，那尾巴还是有一点点弧度。然后呢？再换边，换边，也是一样上下，再上下。对，可以 ，OK， 这样好。第二步骤呢，就要动用我们的肉了。哇，这是什么肉？猪肉。你有选吗？快递选吗？有。选哪个地方？这个里面有后腿肉。后腿肉。然后呢？因为呢，全瘦不好吃。对。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油。带一点油脂。油脂肪。对。不错。那我们的肉不是那种细细的绞肉。对。都是那种肉大的肉块。OK。这才是山东的原则。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你不会吃到肉，只吃到一点点那种肉末。肉末。你可以吃到那个肉感，肉块的肉感。OK。一个就是我们的洋葱啊，洋葱。刀点出来，也要大块一点，大块的，那才有那个咬劲哦。拿起来之后，对，我们的手拖着，拖啊，拖着，拖着，中心确保在你的手里面，有在我的手，这样拿起来看看，可以可以。这个空间我们干嘛？把肉塞满，太满了吧？你这个，哎呀，这样才会吃饱啊！太大气了吧？再来，不够，再来是？再来再来，再一点，这么夸张。好，你确定你这样滑得来？滑得来啊！然后我们的洋葱呢，直接放到这个中间。哦，那我先压一下。对，聪明。洋葱，洋葱哈，放一下。好卖的，好卖的。最难步骤来了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。最难的。对，捏着，捏着，捏着，放过去，放，再捏起来。哦，有一点像。小笼包有点类似包小笼包的概念，对对，一哥应该会很喜欢这个，就一个一个，你的手呢？你如果一开始不会，你可以用手这样就捏就好了。对对啊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手转一下，对，手这样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完蛋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个哈，捏紧一点，捏紧一点，对，捏紧一点。不然它这个等一下肉汁会全部喷出来，会喷是不是？那就不及格，不及格，不能不及格，一定要让肉汁饱和在里面，吃的时候才会有吃到肉，有汁。完蛋了，完蛋，完蛋，没事没事，破掉再补，破掉再补嘛，对。对，再补就好。好，这样翻过来看一下，哎。好像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，还不错。经过42分钟的漫长等待，刚刚做的是竹筒饭，紫米竹筒饭跟原味糯米竹筒饭，这是我们刚刚做的。但是我特别还拿了一个有料的，然后等一下询问一下大姐，她可不可以这个当做打工的犒赏，让我带回去给我们的伙伴吃。大姐，您检查一下这个两个刚刚。我们合力完成的算是有及格，有一定有及格，因为它米会通起来，那就对了，是不是？表示这个量它有熟哦。那现在要教你包，到底要怎么包啊？压着，对。OK， 好的。哇，谢谢大姐，压着。不能再，要不然就压扁啊。对，要漂亮。哦，两圈。我可以拿这个三个当这个打工的报酬，可以啊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，这个三个就是我今天等一下的主食竹筒饭。那接下来你要教我怎么，我要跟我同伴分享，对，敲这个骨节的部分，骨节的部分，不要敲到肚子哦，肚子不会开哦，哦，就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开了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打开就可以用，哇，真美啊。它那个表面的竹膜已经完全粘在
米饭上面。哇，好香哦，这油饭口味。对，这就是咸。那我就直接在那边把它敲好了。刚被夹到手，你看，真的会夹到哎！对啊，它这两个人对，真的夹破哎，这个很会夹破皮的哎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好的，这个要有技巧。好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可以哈。那希望你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。我要带给我伙伴分享。好，原住民的竹筒饭。一个是非常简单，然后很 special 的啊，对对不对？一定成功的，一定成功的做法呢？我就先不示范了，你先跟刚刚擀的方式一样，跟刚刚擀的方式，但是还是要加一样，一样，对，好不好？压一下，把它擀得圆圆的，压一下，然后圆圆的，直接擀吗？直接擀，圆圆的，我告诉你，对，直接擀。可以，好，红豆烧饼，红豆传统的东西吧，红豆红豆，对，这个红豆馅呢也是我们自己用的，自己捣的，自己捣。OK OK， 包法跟肉包是一样的吗？类似，类似，但是因为我们红豆不这么大颗，反而不好吃，对，所以我们的料呢就不多啦，多啦，大概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，因为它是吃一个小品的感觉。哦，捏法也跟刚刚一样，把它捏起来。捏起来，先放着。哇，你的好漂亮哦！放一下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放在正中间。对，不错。那把它捏起来。捏法跟刚的差不多。完蛋完蛋完蛋！刚怎么捏了都忘记了。因为刚刚有肉给你卡住，这个加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是空空的。哇哇哩嘞，完蛋完蛋完蛋！不会啦，只有我自己吃，好不好？好，不会，这个你不管你前面怎么捏，出来都很好吃。有没有？还是有，还是有。你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就是差那么多。第二步呢更简单，直接把它压，再压一次，再压是不是？再压，压好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擀长一点，大家把这个红豆跟那个面皮哦，让它薄薄的。就是吃起来又脆脆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 ，OK。那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，对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哇，是我自己做的耶！哇，自己做的感觉会特别好吃。那我可以为我的兄弟们带一些食物回去。可以。然后我也拿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太棒了！我真是越到黄昏人越多，生意越来越好。朱伦那边是要涨价，整个面皮跟蟹。客人来了，台哥，对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还没有做好，我快做好了，好加油，我做三样，做三种红桶的，我们招牌三种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个都是我爱吃的啊！哎呦，他们两个也在弄好呢，你做什么东西？我学了好多东西哦。哇，你的太哇，你的很丰富哎。我刚刚那位太扯了吧，吴师傅，他一直狂给我，他说我太厉害了。我做的是竹筒饭哦，他给了我三根竹筒饭。嗯，我拿太少了，跟你这个比起来是。那我这个可以吃很多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分。我有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哦！卖竹筒饭的地方呢，拍摄之前虎哥就有在聊到，虎哥最近喜欢在做泡椒。对，泡椒。哇。我想说这个原住民的泡椒，让你特别来宾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带回家。感谢感谢感谢！不是，我们刚刚才聊到，我一看到泡椒，马上帮你争取。好赞哦，好赞哦！用我的辛劳，感谢感谢。那你现在要吃？我要回的。应该是很呛。够泡吧？够泡够泡！好像好像好像好香好香好香！很香，我们现在闻到了。哦，好香好香！哦，这个好这个好，真的好香哦！谢谢谢谢，特别的礼物。慢慢来 ，OK， 我已经慢工出细活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先去申请餐桌，好好。对了，我们去申请，快点，快点，好了就过来，我等下再过来。烤肉包听起来就觉得很清香啊。我分配到的是青葱，这个好像是哇胡椒饼的味道，对对，可是外面的口感不是胡椒饼，有点像烧饼，烧饼的面。
真的有学到，有，而且它的两个那种轻松烧饼跟那个肉包的这个饼饼皮是不一样的，它的面皮是脆的，它是像蟹壳黄，对，它的外皮是像蟹壳黄一样大的蟹壳，大的蟹壳黄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咔嚓咔嚓，但这种会比较严，嗯，这个就是清爽，还好，对，很好吃，肠粉，肠粉，我自己也没有吃过。溜滑，我要看看你包的技术。我看虾子给的很够。大哥，它不是米浆调的。再来米。铜板美食。铜板美食。铜板美食。对，让大家吃到星级料理。对，哇，厉害，非常感谢。那跟你们这比起来的话，我的是比较朴素一点。怎么念？那给莫吉。那我的这个就是原味，肉全糯米。哎，我的这个是有咸味的耶。对，你这有调味，你这有调味，自己放任何东西都好。我这就紫米的，紫米的，紫米味也是很香的。我最喜欢这种大红罐茶。对对，今天会可以学到东西。对对，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觉得很感动的是，刚刚那个我们那个师傅，他是很细心，把每个细节、每个步骤都教给我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这点很热情，就像我们是来跟他打工而已，他就把他所有的技术倾囊相授。对。我常会觉得有点感动，哇！然后走掉的时候还说：“哎，你学了这东西，然后鼓励我。”完了之后，把很多的，他快要把他桌上所有东西都给我，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他上面有整个店铺给我，他说：“我说不用，不用，够了，够了，你把它顶下来吧。”好了吗？差不多。那我们下一个点呢，就由一哥你来推荐。哦，终于轮到我了吗？一哥，进来，那五哥，我接下来我想要去一个地方是，自从我主持这个外景节目之后，一直想来拜访他。拜访他本身是有一项专业，但是他也有一个美食，在网络上听说是排队排不到。仁甫哥应该也认识这个人，我推测。仁甫哥认识，我也认识，我推测。反正我在花莲的几，你看你一定花莲，你常来嘛？张震岳。我先卖个关子不讲。开的这家地方跟美食是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哦，就在，他是开修车行，修车行的，是这一个，啊啊，这边啊，太早，你也太太晚了吧你，老师终于来了，朱老师，恭喜恭喜，太棒，哥太棒，很想你，很想你，哇，老师好，你说的大哥就是这位啊，吓到我麦都掉了，哎呀哎呀，甫哥，刚哥，刚哥，好久不见啊！人家说对岸有个郭德纲，哎，不敢。咱们台湾有个朱德纲，哎呦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君伦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君伦你好，一看就是这个未来无可限量。谢谢老师，恭候多时。是，听老师讲话不自觉，咱们对，也就是没有没有上台一鞠躬，真棒啊你！哎呀，你看说来就来。今天真的是很开心你们能够来这边。那今天特别来呢，就是刚好我们一起，对，哥哥，欢迎朱老师，朱老师学一些专业的相声技术，要一定要一定要，没听说过，厉害，也可以在这个花莲开了一家相声茶馆，对，是的，这个是厉害，因为其实花莲哦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吃的东西比较多。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没有问题，请你好好指导我们。请进。我跟你说，接下来这个时间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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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来到朱德纲的相声社，那心情都是有开心。哎，好，哎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哇，哎，这个是还不错耶。那如果桌子放个茶，对，这边就到时候会放桌子、桌椅这样子。这个就是相声的场面桌，对，这个小舞台都是我们自己搭设的桌。这次你们来了，我就特别准备了一些小东西要招待各位。不是，我不要讲招待，真的吗？我们这个节目是打工哦，晚餐。我这样好，我还是有美食啊，可以来招待各位。哦，美食哦，终于来了吧？自己招出来了。但是要吃到这个饼，还是得学一点技艺。哎，才艺啊！主板呢，一人先拿一副啊，一人一副，一人先拿一副啊。来来来，先拿这两块短的，然后我教你们怎么拿啊。
圆的朝上，圆的朝上，然后呢这个指缝处结合的地方啊，这样压住。另外一个呢，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扣住，两个就面对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敲敲敲，哦有，好，右手拿着这一片，好，然后再来以后就这样子，你看啊。老来敲，来敲敲敲啊！老师，老师抱歉，对不起，老师，我在花莲都这样教的，所以你看我都没有学生啊，都被我骂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，敲，会，我好难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会耶？虎哥是手比较小，为什么你们可以？对，就这样。我没声音啊，你们都不要，有没有？听我的，我也一样啊。没关系，这个要拿远一点。你告诉我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因为说你在敲的时候哈，这个地方滑掉了，就变成是这样靠在一起了。我这里没肉，所以你这边还是要稍微空一点点。对，轻轻的拿了，轻轻的敲就可以了。有了。唇齿喉舌是相声演员必备的四门基本功。唇的不得了，对，会刮舌，唇齿喉舌，所以我们有四个呢基本的绕口令要练习。哦，这个有意思。第一个是唇音，唇音，一平盆面，烙一平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。对不起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表情一定要像您这么夸张吗？你可以不用，好，你可以用随便的表情，我们可以用偶像剧的方式，好，这样偶像的来试试。OK， 来。一平盆面，烙一平盆饼，平碰盆，盆碰饼。很好，虽然有点小。饼碰盆，对，饼碰盆，盆碰饼。很好，这是有难度啊，有难的。来，虎哥，来，我们帮你好了，帮你。对，这个叫掩护。一平盆面。烙一平盆饼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很好，漂亮。你的是刚刚好，有料，就是老师是夸张型。我来学一下老师的那个，老师那个特别的讨厌，来，特别讨厌。你真是会说实话，邓翔。一平盆面，对。你干嘛那么大？你看，这是被人母戳了一个洞。我们现在是要拆台了，拆台。跟你说要吃到现在有没有超过半年？有，真的有半年呢。好吃哦！它非常的嚣张，人多危险，人多危险，暂时误入。因为它通常人太多，你进来其实挤爆。这种鱼真的耶，你要吃，这是真的鱼耶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